大家好，我们今天更新一个新的工作，然后是翻译营业相关的工作，工作地点是在静冈，然后工作时间呢是早上8点到晚上5点，工资给予呢是20万到30万，日语要求是日常会话，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详细来公司这边了解，然后公司这边有说明会的时间呢是上午12点，面试呢是下午15点，到时候会有详细的会社信息，可以预约当天会社进行面试。